越猛烈的炮火越能淬炼我的武装，越猛烈的炮火越能淬炼我的武装，一人一盾便足以匹敌最强大的军队，想冲破我的防线，做梦去吧。障物扩散，一技能 A 梅尔茨张开盾牌，释放障物造成伤害，并附带目标最大生命值百分比的额外伤害。超磁锁链，二技能 A 短暂延迟后，梅尔茨伸出锁链缠住范围内的敌方目标，再次使用技能可将目标向自身方向拉扯，聚能轰炸。三技能 A 跃向空中，持续轰击指定范围，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和减速，麻痹辐射。四技能 A 梅尔茨捏碎闪光弹造成伤害，同时眩晕自身范围内的敌人。被动快速冲锋，持续时间内使用麻痹辐射，效果范围提升200码。超能榴弹，一技能 B 梅尔茨从手套中发射两枚榴弹，对命中的目标造成伤害并减速，同时降低属性。挺身援护，二技能 B梅尔茨快速冲锋援护队友，但是随后数秒内自身受到的伤害增加。超械战盾，三技能 B 梅尔茨举起战盾，共享自身当前防御力给范围内友方英雄，同时分担范围内友军一部分伤害。湮灭系统，四技能 B 开启湮灭系统，持续期间可抵挡一次来自敌方英雄的技能伤害，抵挡成功状态结束，同时恢复自身魔法值。设计思路，超械少女拥有多达8个技能组成的技能组，这在英魂之刃的舞台上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多样化的技能组合让其在面对不同的阵容时可以从容不迫地选对针对性的打法。一，生命靴，光明皇帝，泰坦之心，盖亚之力，驱邪魔眼，坚刚之力。宝石及天赋推荐，高级守财奴9个铁币，高级赏金猎人9个无限，高级去去就来9个灵咒，最佳队友潮汐守望者，兼具了多种控制效果和防御能力的潮汐少女，正好是潮汐深入敌阵的不二人选。在提供控制效果的同时还能保护队友从容退走，就让我们一起搅个天翻地覆。西门飞雪，听说你一套技能可以秒我的队友，